性的哦。这款包包最多可以让你携带三台的运动摄影机为单，也可以建立起个人的物品，除了可以跟 GoPro 以及其他运动摄影机相容之外，也可以跟微单眼相机相容哦。在包包的右手边的部分呢，就是呢我们的 Mephoto of Road 的越野登山户外摄影的登山杖了，它是市面上最轻巧的登山杖之一哦，蓝色的那一只哦。在其中一只登山杖的手柄位置，我们特别加入了相机的螺丝，所以呢只需要将保护盖移开，就可以把相机安装在登山杖上面，成为一只单脚架来作为辅助拍摄。哇，在另外一边呢，就是我们 Mephoto of Road 的越野登山系列的自拍棒了。它是一款非常轻盈，专门为 GoPro 以及运动摄影机所设计的自拍棒，采用树脂包覆玻璃纤维，除了轻盈的手感之外，还保有超凡的阻抗力以及坚固的特性哦。自拍棒的顶端有通用的四分之一螺丝孔，可连接使用 GoPro 的专属接座，或者是小型的铝合金球形云台。紧接着在自拍棒的上方哦，哇，这是我们 Mephoto 我们的 Ruby Mills 3 LED Lights。Ruby 系列的灯具呢，展演了物超所值的尖端技术和摄影表现，更结合了 Mephoto 别出心裁的经典设计以及制作，才诞生了这么高水准、功能兼顾、耐用的产品。每一套我们的 Ruby LED 灯具呢，都拥有独特的设计哦，从头到脚都使用非常优秀的材质和技术，才可以让产品同时兼具漂亮的外形以及强大的功能性哦。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的 FreeCam 1485贝尔亲密箱，这一款亲密箱减轻了重量之外，但是完全都不影响到它耐用的一个性能了。我们的工程师改变箱体的内部结构，彻底颠覆亲密箱笨重的刻板印象，同时保有我们 FreeCam 传奇的强劲保力哦。在多年的研发过程当中，设计团队不断的挑战，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加入轻量的元素，像是采用新一代超轻量专利的 HPS2 工业树脂打造，以及我们的锥顶弧形新设计，让它除了可以保护大家的相机之外，也可以大大的减轻你们的负担哦。耶、yeah, ！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 Mephoto 旗舰级三合一双肩背包。这款背包保证给你最快一瞬间就可以快取相机的包包选择了。它可以容纳一台装载电池手把以及长距变焦镜头的数位单眼、5到6颗的镜头、闪灯、15寸的笔记型电脑以及个人的装备，都可以使平衡和重量分散达到最优化的一个效果。同时，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脚架带，将脚架放置在我们背包的前侧，独特的设计大大超越了一般标准后背包的水准哦。对于时常需要移动拍摄专业摄影的朋友们来说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包包哦。最后登场的是我们的 Canon XC10 专业级 4K 数位摄影机，拥有10倍的光学变焦之外，同时还拥有出色的 4K 影片拍摄能力，以及高品质1200万画素的静态图片摄影功能。拥有新开发 1.0 寸 CMOS 的感测器，所以能够实现明显的前景深效果，让影像更具非常丰富的表现力了。如果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从事婚礼摄影、微电影拍摄、电视台新闻记者，或是学校影视科系的教学等等，哇，这一台我们的数位摄影机绝对是你们最好的选择哦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